祝福你哦。得了，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草根菩提》。在台北市的大同区，有一个真困难的环保站，就伫个高速公路桥下。无水嘛无电，热天的时阵，规个环保站都产生火炉同款。阮今仔日的主角朱蘭金師姊，伊就是环保站的站长，伊是要安怎来照顾这个环保站呢？咱就赶紧来看今仔日的故事。看咱遮是吼，经过甲高公司遮吼，甲伊做一年啊啦吼。啊，无水无电啦，未有气啦吼，啊，阮遮真幸福啦，哎，来遮吼，诶，志工吼，大家拢是纯粹吼，真欢喜诶付出啦，无吼，遮无水无电吼，啊，做阵吼，即环境吼，算很幸福啦，真幸福啦，因为吼，落雨啦吼，啊，天气热啦，靠一个帐篷啊，桥卡吼，啊嘛是。落雨来吼，两边拢会破啦，所以讲大家吼，真的很有心要做，才有法度啦。啊无，感情吼，就算咱遮无起起来，无精力吼，也是咱的忙啊真多啦。希望讲，遮的环保志工吼，啊大家吼，挂手套、挂口罩吼，安尼来做，保持健康，嘿，啊保护。上面的地主吼，咱该爱做诶，啊，互做好事，互上面安心啦，吼，互大家啊平安健康啦，吼，啊祝福吼，即风台做对海面上去吼，啊唔好吼啊来，唔通入来啦，尽量吼啊，互大家来吼，心灵啊大家来祈祷吼，啊互做顺吼，啊天下无灾无难，大家平安啦吼。看嘞吼，朱兄因食饱吼，这帐篷吼，阮就是敢若屁也无绑掉，帐篷拢收收的凹凹起来吼，阮就是来绑的，就是安尼藏的，安尼就对。伊十二点，早仔点半来吼，阿爸有几忙就对啦。曾经是连十一点半就来，阿他来就是一直卖，一直做那个麻辣啦，麻辣碟啊啦吼。啊，好多瓶子嘛，拢伊拢咧，伊咧负责，感觉真担心啦。这大热天哦，都还咧捡伊个巴拉迪啊，在地上。有的时候一来都是看到他也是走不走啊。我一个女众哦，最近咧卖力啊，爬到我走。啊，我万谈都丢了，伊他没有万钱，正念正念哦。欢喜心要去做吼，要接吼，每一项吼，是用心去做吼，你拢是会当训练出来吼。你做难做吼，咱金色的常住师傅吼，本来拢是阿未出家以前吼，拢是安尼，拢真软正的吼。啊，即摆出家了吼，
现迄个大众互相起来吼，我都回去吼，我看到因安尼吼，我转来家己检讨，我讲我嘛是要训练出来的对。人吼有心就有力，人要活就要动，啊活动吼，啊做的吼，人细胞人啊欢喜，心细胞嘛欢喜。啊，即较惊雨咧，哈，无去嘛较惊雨啦。啊，就是即马风太急嘛，啊，连咪雨吼，雨水有来，啊，连咪压雨，连咪曝日，连咪压雨，连咪曝日吼，是比较惨啊。咱家己来过好，安尼就对啦。嗯。台北市大同区的大同环保站，本来所在即马当地起真疏动，所以环保站就刷去附近高速公路桥下。甲高公桥做一块地做环保，遮唔呐无水无电，连一个避雨所在嘛无。每一工来看头看尾，蓝鲸师姐真疼惜环保菩萨，行几工上辛苦，想真济办法来解决环保站的困难。阮这都是无大嘛，拢露天的都对啦，啊，沾沾水袂消啦，啊，困物件吼，啊，都啊正开。好难吼，接着袂当摆出去外口，啊衫拢湿，啊，阮都拢，阮遮吼拢爱搁摕去外口吼，搁再家己晒伊，风太大吼，我着搁家己贴较悬，哦，我水有淹较悬，啊，所以讲吼，风太了后，我好水好甲安尼含气干安好水。即代是我们病人吼，闽南吼的烟灰啊，啊，人家也是去安养院了，啊，用不到啊。就捐给慈济，啊，慈济带回来的时候吼，啊，师兄就给定定嘞，安尼，啊，遮气缸也要抽吼，较唔免讲安尼弯腰啦，啊，安尼结束好，安尼就对啦。就是刚才，咱为着讲吼要方便吼，啊，就是咱遮无水无电，咱将来啊做这个讲吼流动的措施啦吼。这高公级一缸水吼。那这落来时阵，这缸水吼是足大缸，落真大雨，伊都足大滴落。因为这行吼，这顺落来吼，袂迄落。阮的师兄吼，知影这水吼，搁个矿泉啊，搁渗水起来，会当压花，安讲小抢劫，啊，就干干净净安就好啊。嘿，啊，我大概有吼方便些安尼，啊，咱都水嘛爱欠嘛，安尼低头较难。啊，会越来越好。嘿，你风太进前吼，我是足烦恼的，都对。我的保特瓶拢放伫这边沙遮边边啦，吼，伊拢伫遮边边遮树遐边。啊，我的迄、那个，咱拢把它地啊嘛清，吼，风太来，一下会讲吼，白白一片灰的就吹过来啊，安尼都拢会走过来。好特别，咱爱修真好势，诶，考验吼也是学习，我们会成长智慧啦。我看咱讲吼，路吼修大条修顶吼，你都未去用心啦，吼。啊有着啥物诶，讲要困难的时阵吼，咱的智慧吼在成长。我常常听上人讲吼，听算讲吼，咱才会讲去想去想。啊，若无的时阵吼，万天万地无好啦，就是讲吼，有什么事登上当登表啊，你就面要对现实去做就对了啦。啊，迄边都还袂去，啊，时间还佫足久的嘛，唔知影对无吼？啊，占吼做老菩萨吼，啊，就是讲咱啊，等台讲咱迄边高公子若起好的时阵吼。啊，要来予老菩萨才转来吼，时间啊偌长唔知，我感觉讲只有迄个姻缘遮尼好吼，啊，这厝吼咱先给封起来啦，封锁起来吼，啊，所以讲予老菩萨吼有一个所在吼，通好安住伫遮啦，无伊即马吼，逐天做惯事啊吼，啊无来做的时阵吼，感觉讲无所事事，唔知该失去啥吼。大家感觉讲啊，伊失业啊，无代志啊。咱这拢是古代班底的菩萨啦。好，阮这是来福师姐啦，来的福啦，杨来福师姐啦，这阿元师姐啦，啊，这阮的菩萨，伊是吼后生啦，啊，查某囝啦吼，啊吼，做是弄做委员啦，阮这拢菩萨啦。
吼，啊，这明月菩萨，我真感恩讲明月菩萨吼。啊，伊较年轻，伊家吼，这时吼，这菩萨哦，拢在遮伊教我安尼，甲煮者倒苦啦。我无意思啦，我无，坐我无意思。环保站敢那我的性命，即马敢那咱的感觉。环保站讲敢那伊的性命，即马投入啦。这个环保站嘛，就你啦，吼，你去调调，咱只能讲。你低调，你嘛是足低调了，真嘞。啊，拢伊在顾啊，咱遮都拢伊在顾，伊在管啊。敢呢，咱厝家庭嘛无一个主人嘛是做袂起来，有一个主人低调了就干。啊，我是起码叫做变成一次。吴英满师兄吼，啊吼，做孙伊甲我吼，诶，送地水过去。啊吼，做孙吼，我迄边诶手套用垃圾不要，拢是吴师兄吼。啊，亲身吼，做阵拢甲我挂过来这边来洗。因为迄边的时阵都无水无电，啊，你要食茶水无方便，啊，无对这边来看，啊，我有倒水咧徛较方便，所以拄只伊就袂当徛车。对，这能我能做的尽一点力量而已啦，没什么。啊，那无电吼，咱这暗时吼，咱周三环保每个礼拜三吼。靠这个，敢那讲吼，这个电灯或路灯啦，咱就会当讲做顺吼，来做环保啦，嘿，真的嘿，真感恩讲这事影哦，安尼大家吼，小看会到啊，有印象，啊，讲到啊，这个分类区吼，伊要放在倒吼，伊拢足清楚啊。社区的志工吼，拢有在运作，在做啦吼，啊，真欢喜，啊，大家社区吼，咱这细点吼，咱。合作顺吼，大家真认真，拢真拍拼。所以讲吼，我这每拜三吼，环保车转来吼，我就感觉讲啊，咱吼，大同虽然讲安尼，敢那讲较草根啦吼，都市的边缘啦，大家吼真拍拼咧做环保。暗时吼，短两点钟久的时间啦。啊，我们等一下还有那个核心的简连宗师兄，他也会来。他晚上的时候。哦，他是在负责啊，我是关怀陪伴就对了啦，吼、哦，好、哦，那就讲师兄有师兄因在带，啊，女将我有女将的志工在做嘛，吼、哦，送茶水啦，吼，啊，到扫地啦，吼，啊，给较轻的物件落去，可以做的师姐也是在做啦，嘿，毅力啊，他有一种特殊的毅力，就是不做不行啊。哎，因为做这物件本来就是太幸福了，而且不幸福都拢骗人的。因为你做环保呢，为了说什么代志拢做得起来，所以这个毅力很重要。而且这个毅力是从哪里来？就是要对事去啊。一般人要讲过来做，两三天就走了了。师父的那理念叫做法入心，很重要。很多师姐还没办法像他这样子，真的。今年65岁，蓝金师姐，第20几岁时阵识识朱姐，到即马已经超过40年。朱姐讲，伊过去的脾气不好，做朱姐除了学习佛法，嘛对办活动的过程中磨练家己。即马做朱姐已经变成生活中上重要的代志。啊有哦，这木打的个。伊即马伊是逐工来哦，拢唔爱休困嘞。我甲伊讲，你若做较忝吼，礼拜天有哪休，哎，都无休嘞，足甘心的啦。伊说讲知影我礼拜天也有来吼，啊，伊嘛来。我甲伊讲，你若较忝吼，唔免卖来无要紧，有需要休吼，你家休无要紧。春季师姐啦，我咧讲我要推动这个白蜡茶啊吼啊，这个国家茶啊当中吼，伊足支持啦，支持我啊，伊拢去菜市啊吼，转来吼都足欢喜，安尼载甲足侪转来吼，哦，一直甲我讲哦，即马载袂去，哎，一工拢载两瓶啦，载甲足忝的。我讲吼，我若做甲真忝哦，我都唔敢话忝，我讲因哦。志工吼，就是我的老师，我忝哦，看到因的精神吼，笑眯眯来吼，我根本就无感觉忝啦。是啊，伊逐天，阮两个哦，拢唔捌休困，礼拜嘛拢来，
啊，今日刚做完开工哦，休两工无来尔，我逐工拢来。咱先生地哦，真正个哦，真拼。意思就是讲哦，足拼啦，安尼哦，人哦无爽快。有时啊叫我哭哭的，伊嘛搁照常干干做。无水无电，阮是无差啦。因为哦，煮茶也穿茶来互阮食。热是热，有风呢，空气搁好，袂歹啦。还有我们这个黄鹂鹰哈，黄鹂鹰自己哈，今年哈，哎，这边桂林哎，前我在厝有咧做芭拉茶啊，伊可能看到芭拉茶啊吼，遐尼济吼，啊，伊就甲讲，哎，师姐师姐，我做孙吼，桂林有要来做吼，伊甲他问两三遍安尼，我尾有我讲啊无，哎，鹰师姐，我讲好啦，无吼，桂林吼，哎，我陪你来做，所以讲吼，因拢是我的老师，我无讲，伊志刚甲我讨咧，讨讲伊要做来做环保啦。我讲啊，真的吼、喔，我回去哦、喔，我都很惭愧啦，惭愧讲啊，等到吼志刚吼有这个精神、甲理念、甲坚固吼，我吼、喔、绝对爱甲因学得着啦，跟他们学习，安尼无简单咧，啊伊吼。他是癌症哦，第四期乳癌，就是讲哦，一个月要做化疗两次。感觉讲较辛苦的我去做啦吼、哦，啊感觉感觉讲我会家旁边哦，我会陪伴他，我看会较忝，我就讲啊来做芭拉茶啊吼，啊较轻松，啊休息一下，喝一个水，啊我多休息一下，吼、哦，唔免干那一直干那做。所以我感觉讲哦。我足疼惜阮遮咱遮的做者志工，因为吼，我吼讲到我伫遮吼要做这芭拉茶啊吼，即几个啊做志工吼，真正吼都陪我咧做啦。我说讲吼，有遮的志工吼，啊，伫伫遮咧陪伴我吼，我感觉不孤单啦。嘿，我感觉讲哦，真温馨啦。嘿，有因遮吼，这菩萨是天。我感觉讲吼，这条路我会真拍拼，精神再做，搁再精神啦。我家己做施行感恩，我都有通啊，两个都笑啊，就无迄落。啊，我看到因吼，我唔敢讲我海呆啦，真的，我讲因，我讲我还比他幸运啦。我是看他会他忝，他手拢无力，等下啦。啊，还好啦，我这一次吼，因经过一两年啊。恢复啊，慢慢恢复，渐渐恢复吼，啊，算不错，我很感恩上人吼，啊，感恩天，感恩地，感恩这些诶菩萨吼，拢因来做，坦白拢因做，我根本无咧做啦，实在有影这志工吼，做我比我搁较好较济。那个朱师姐有一阵子，她也是有一点点，好像癌症嘛。不是癌症的膝盖。膝盖啦，膝盖。啊，我拢阿讲是癌症。时间嘛是很变脸啊嘛吼，啊但是嘛咧，伊嘛是药啊吃多啦，治疗，嗯，讲嘛真甘心啦，咱再讲你来，像这么热，大家坐，伊就是吼上人的使命嘛，啊听是上人的好地主嘛，伊一定爱，伊嘛会使讲花名嘛来啦，讲一句甲伊就是安尼嘛吼，因为阮在。他之前看到拢伫这个环保站哦，啊拢作息的嘛，啊咱拢知看到呢，讲啊，咧药啊摕来，啥物，啥物药啊，啥物药啊，我食到都连水果都剩粒，几粒才会用的哦，顾身体安尼哦，拢啥物葡萄八粒，啥物安尼，伊拢爱食呢，唔敢加食啦，我是讲看我为了性命呢吼，啊即嘛身体有较好啊，叫做健康一点。啊！你啊看，恁若捌来时阵看到伊个故事啊吼，咱家己可能做唔到咩啦。来遮做志工吼，方素莲师姐感恩你哦，你遮尼认真在做，伊讲来遮都要做，伊真正无健康会做。所以吼，即句话你不要看讲很简单的话哦，我印在我的心里。我讲，阮所有遮个环保志工哦，拢是我的老师。一个就是我的老师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伊讲来遮都要做啊，唔是来遮安尼讲啊拍拉的啊，吼。啊，伊都无休困安尼吼，真的感恩你，感恩你，感恩你，有啦有啦，有休困。
我说，这没事啦。我就讲这热啊，红红热，食这凉的，我真难受啦。嗯，热开。去年五月嘛，五月跨过啦，啊，即满七月嘛吼，啊，假算讲读了有较乌啦，因为吼较早，我感觉讲吼，我读了有较乌嘛袂歹哦，我吼，我即满是换健康顿啊，我乌袂要紧，因为我吼要甲阮的迄个南辉的师姐吼，伊早起来我有做接待啦吼，啊，假算讲我甲阮的迄个南辉师姐比，唔过我嘛无够，乌嘛无够呢，蛮好啊。我即马感觉讲，那健康就好，不管伊讲水甲歹，人吼，我换健康转来吼，也真欢喜呢。我即马哦不会在意讲啊，皮肤要怎么白，要怎么抹什么油，即马拢唔免啦，拢吼真简单吼啊，只有吼健康我转来安就好啊。我天天眼睛啊，目睭也闭起来，我讲啊，感恩哦，我要好势好势，我搁会当来做主者。啊，我为虾米讲要过厝？我伫遮吼厝边隔壁有时阵吼啊，拢会提伊的环保的来吼。啊，我感觉讲吼，人很有心要拿来，我希望主者的门吼都爱开开，好有啦。我都天天讲，对来我开始按安尼吼。日出日落哈，我都感觉讲，收获哦，我每天都是收获满满的啦，卖讲一年多的收获，我每天哈抱着哈很欢喜的心哈来做志工，因为哈看到咱这大地哈啊，咱有安尼卡圣工吼来净化来做清理啊，有安尼干咱吼资源吼拢有顿啊，啊咱有该整理掉吼咱。有护持大爱吼，啊，过来有假算讲吼做塑胶袋啊吼，啊，搁再有做迄个保特品，我的心肝来吼，我都对上林较会交代，卖讲吼去上林在讲在话，我拢无咧地主，无咧做，啊，所以讲我安尼就心真安，有做我都安心欢喜，心得欢喜，心得困啊啦，困较会去啊啦，无烦恼啦。蘭金師姐說，真感恩這麼多環保志工鬥陣打拼，雖然現在環保站的環境閣真辛苦，但是只要大家有共同的心念，鬥陣來為地球付出，那就是最歡喜的事情喔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們下次見。我今天的心情很好呢，特別比前兩天的那个压力很大，你看我今天这边的太空袋的哈，都是哈全部拿都是整理好了，里面整理好，安尼慢慢哈给我恢复哈的脚步。前几天，上个礼拜刚从台北来哈，我呢乱到我的脚步，物件拢落落去，啊无整理哈，无做都落回太空包内底，啊做加安恢复哈。安尼，我逐工都有爱顺的心，这场地吼，会干干净净，我心就足开的。菩萨真保佑啦，我家拢大家拢平安吼，我就真欢喜啊，欢喜充满啊。我是正言上人的弟子，我该做的事，吼啊，我安尼吼，家己心真安，嘿，感恩。